咱前礼拜吼有甲咱补充到这个五明的资料安尼。那么这个五明的资料，咱是甲咱前礼拜是讲三条，就是雷明，啊甲这个个阴明，啊甲声明安尼。那么因暗搁再来补充这两条，以风明甲刚卡明。恁资料拢有多少吼？那么这个医方吼，医方是给说明安尼哈，就是这个医疗的药方，医疗甲药方安尼。好、哦，那么因为先那开菩萨爱学医方，爱医方明，因为众生有病，因为菩萨伊是面对救度众生，啊众生有病。哦，当然爱菩萨爱救度，所以众生有心病、甲心病两种。那么这个身躯的病，差不多五种器官安尼，就是这个心、肝、脾、脾、心，这个五种毛六腑哦。哦，啊，搁再来有那有神经，啊，搁再来就是有这个关节。安尼，这是大概讲的啦吼，大概讲的，因为其他个真侪，即个个有关喙齿啦、目睭啦、耳啊啦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六根拢会病嘛，六根拢会病，脚手啊，吼、哦，内底有关节，啊，够有神经安尼，那么这拢会病，这就是身躯的病啦吼，但是身躯的病呢，除了伊自然生起来病以外，还有一个叫做外部伤害。外部伤害，比如讲靠伤，还是讲高登，用高登，还是用杠登去，迄个叫做外部伤害，还是讲电击、火龙所生出来这个外部伤害，吼、哦、影响来，啊，甲这个食物中毒、食物件中毒的这个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啥呢？病菌的这个感染安尼。哦，这个病菌的感染病，这个是属于生理的病安尼，生理的病哈。佮再来生理病，有哪会引起着心理无平衡？这个叫做心病。譬如讲，咱人啦有破病袂好，啊，心理就袂健全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身躯有病，哦，啊，即嘛心理就无平衡，这是必然的哈、哦。所以佛法中所说明的呢，啊，佮有安尼。现在下面这几条拢是属于心病，比如讲求不得苦，哦，事业创失落，但是做起来生意未顺，这个求不得的苦。股票市场投资嘞，想讲看会当赚一寡下尾，系啊，直直降降降，吼、哦、啊降到阵直直了钱，迄、那个就是你的希望所破入去，迄、那个叫做求不得苦。是两个囡仔是讲养儿太懦，可是呢囡仔大汉了唔上架，像今仔日的新闻报呢，有人去共领养一个囡仔，即马这个囡仔大汉就阿爸，想要要放弃伊这个个领养权安尼，安尼了解吼？啊，有诶负责人卖生产上呢有障碍，啊，卡了用去这个试管婴儿，但是囡仔一个大汉呢？伊个希望拢破裂，吼、哦，这个是拢种叫做求不得苦哈。啊，其实咱最好卖领佣金啦，最好卖领佣。我唔知恁有领有无，我是唔知影哈。最好卖领佣，安怎卖领佣？因为你唔知影这个囡仔因爸母到底是好龙霸表现唔是？我讲恁听无？有时阵。老母啊不明咧，啊老母对方的迄个红色是甚物款的来历，咱也无了解。我讲恁两个听，因为那是火龙霸表的老爸，当然也遗传这个囡仔，把起来不尽理想。所以呢，咱最好卖领用安尼。你那领是讲，我都饲一个，把起来，我那老堂哥甲你堂哥下当甲我。有好，我跟你讲，
大多数领养的囡仔拢袂当甲你友好，90%以上。我讲你听，可能领养来呢，代志来，为着要爱你的财产，更加较早甲你害死也不得看。这个就是求不得苦的一部分啦、啊、哈。那么再来哈、啊，就是这个叫万金回苦，这个文啊是心苦。譬如讲万金回，就讲有结怨的人，有怨叹、怨恨的人，不时这个见面，啊，心内就真艰苦。安尼，譬如讲大家心不，本来感情都无介好，啊，定住伫厝内面，啊，食饭啊，见面啊，内底拢安做伙，哦，还是讲。当时也未拄好，不是做伙兄弟也未拄好，姊妹未拄好，拢住住伫一间厝内，迄、那个呢叫做万金回苦。啊，知吼，这里是较相思啦哈。搁再来爱别离苦，爱别离讲我的爱人忽然间死去，还是讲我的爱人呢忽然间无爱我，去嫁别人，还是去娶别人？吼、哦，或者讲我心爱的人要去做兵。好，还是因为经商的问题呢，需要远离故乡，这个叫做爱别离苦。知影吼，现在来我温辛苦，我温在讲吸收上形式，充满的内心，这个问题感受无好，啊，胡思乱想，这个属于我温的问题，这温、个、啊是真艰苦，安怎吼？那么这几项，譬如讲求不得苦，万金回苦，爱别离苦，我温辛苦，这种都是心病安尼，安了解吼？搁再另外，有哪有业力引起的各种病苦，业力引出来，哈、哦？其实一切的苦呢，拢总含业力何为关系啦？爱知影哈？含咱两个业力拢有相关。上简单的啦吼，流行感冒。有时阵几十万人，是安怎人未掉，咱会掉？这含业力有相关，听好无？食物中毒含业力有相关，拢总有哈。脚手啊未叮当，含讲讲了到绝对有相关。迄、那个拢总是由业力引起的，头壳疼疼未好，含讲动物有相关，讲动物的头壳有相关。肩胛头酸痛，这个尾当骨酸痛，这个拢含讲动物拢有相关，这个拢总是业力的艰苦安尼，要注意这点哈。所以一切病苦，咱来加讲一下确实，一切病苦究其原因离不了贪嗔痴，而这个心中暗钝安尼，因为贪嗔痴它造成杀盗淫。哦，恶教基于妄言两舌，这个就是拢安怎呢？这个病苦的各种原因哈，它有表现伫身体上的杀盗淫，啊，甲语言上恶教基于妄言两舌，安尼它创造这个十恶业出来。那么既然有十恶业出来呢，就有身心两业内底包含啦，十恶业包含身心两种的业。心业就是贪嗔痴，身业就是杀盗淫，口业甲恶口其意妄言两舌，安尼难免引起着身躯甲心两种的痛苦，啊，甲引起生老病死的四苦、五苦、八苦安尼，哦，这是由安尼出来。但是即摆要甲咱了解，因为这个叫做以方便，众生既然有这么多的病。那么菩萨要救度众生，一定要知影这个病源，啊，变哪个对治？所以这个佛陀呢，在佛法中称佛陀为大医王安尼。佛陀是大医王，所以知影众生生吼、哦，这个叫生后诶，这个病苦对对来，这个就由执所引起为因安尼，执就是作业。靠这个病苦的果报，哦，佛陀知影、哦，所以因为业既然造，这个叫做业，哦，自然的生理，而这个身体会起变化呢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譬如讲，今仔日咱那是杀业，大多数引起肝变化，譬如讲肝硬化，还是肝癌、癌细胞，哦。
如果你那是盗偷，就引起疾病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如果你是讲话无实在，当然引起的胃病、胃出血、十二指肠破空，这是必然的哦。再来，如果你肥嘞，一定会引起的这个心脏病。如果你用脑底要接人，自自然然引起的这个腰椎病啊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哦，这个叫做啥？五德亏欠，它引起的这个五脏的恶变恶化。俺知影吼，所以来这他讲，因为业既然做出来呢，自然生理身体的变化，因此呢有身体病苦和心理委屈的种感觉。按照心理委屈呢，因为人去破病吼，人拢惊死去啦。俺听无？拢会惊死去，所以个病中拢各种的委屈的感觉哦。所以根据佛陀的医方的方式啦，医疗方式有两种，一就是药物医治，吼、哦，佛陀甲咱讲药物医治；二就是修改忏悔治疗安尼。因为今仔日咱就了解讲，这个病种是由业种来的嘛，那是无业种就无病种。那么这个病种要除，要哪除？就是既然业障生成，就是爱忏除业障安尼。那是无忏除业障的话呢，你的病障袂当多。这里是唯一的一个正理哦。我讲安尼应该恁听有。啊，那其他的办法呢？就是你忏悔甲自省，由佛陀出面甲你解决安尼。唯一安尼俩。你那是无忏悔，你要用其他的办法吼、哦，譬如讲法师用着伊家己想的。要替人消灾，我跟你讲没有办法，那是叫骗人的，那叫做添利众生。要入口，要入去，啊，先分红包给您，啊，到尾买回去，用适当对象，我跟你扩一下，讲按照做消业，那是要爱你那个红包。我讲的应该您就知影，唯一的忏悔，它会当消除病症。不但忏悔呢，迄、那个忏就是忏前天，悔就是未来，唔通搁再造业，唯有安尼尔。啊，有诶，就甲你供香板，讲供会甲你消业。普贤菩萨明明甲咱讲呢，唯有消除各种的病苦，除了病苦、心苦、身苦、苦中苦、困境的苦、业苦，吼、哦，各种的这个障哦，唯有修改。啊，忏悔安尼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其他无办法。哦，所以现在在讲那个修改忏悔治疗，身心清净，自然除去一切痛苦安尼。这点要注意哈，绝对唔通靠他力。你若要靠他力，你就爱靠菩萨。你要靠菩萨除掉你个人的这个辛苦甲辛苦，唯有学佛。学正理，伫佛前求忏悔，唯有安尼尔。啊，甲求忏悔就包括修改哦，较无未来祸端搁再生起来。吼、哦，这个位是安尼哈，安尼呢，你若是愿意忏悔，菩萨出面替你解决。吼、哦，绝对唔是种借一寡物质的物件，供香板，甲你辛苦供一个，适当甲你供一个，讲安得叫你消业啊？迄个变众生的钱哈。不对哈，不对，哦，你唔当遐迷啦，遐戆啦哈，爱注意哦，真正。那么这十阿含经卡讲个呢，佛为大医王，一者善治病，二者善治病源，三者善治病对治，四者善治病，善治治病医，应不复发。这句话第一句就讲。善治病就讲，知影众生到底你的病是什么病安尼？吼、哦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知影讲众生你的病是安怎来的？较有这种的病。我甲你讲，五德败坏就引起五脏，迄是业经写出来，真正确个100%。吼、哦，100%，迄是中国的业经写出来。我的亏欠自然我种败害，这是业经写出来、哦、那么佛陀知道你到底众生这个病是对对来的。第三哦，
知影这个病变怎样给你治疗安尼？像你的心病安怎样来，佛陀会给你治疗？你的身躯的病安怎来，佛陀那样给你治疗？安知影吼？第四就是给你知影讲，给你治病，病给你治好个，但是将来绝对袂够再生出来安尼。吼、哦，安尼这个呢？搁再来哈，无量义经较讲安尼，以王大以王分别病相，晓了药性，随病受药，令将熬服安尼。以王大以王是结讲佛陀，佛陀为大以王，哦，伊会当甲你分别众生各种的病，的主体上是虾米安尼？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的烦恼。所以佛陀用八万四千法门对治众生的八万四千烦恼，安尼了解哈？来，伊佛陀有那在药性哦，要对治药性，比如你种病爱用什么药，但这个药会下一病，好安尼呢？伊随病受药，让众生欢喜吃安尼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讲，佛陀说法八万四千法，就是要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。众生若是真欢喜去吃，绝对所有的烦恼病拢总净消净除，这是佮讲安尼。所以呢，咱这个内明后哦，譬如讲今仔日诸位，咱先学内明，就是开悟自本性这个问题了后，咱就有可能调治众生解脱病苦安尼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内明后，较会当一针见血，咱众生生死苦。人间道内底所有一切辛苦病苦由安怎来？但是要安怎样解对治解脱病苦？所以最上界明显的一项代志，就是礼佛忏悔甲修改，修改安尼，安尼所有病绝对会除了了。吼、哦，这个问题我甲咱讲的这个忏悔、修改，这贴药方两味尔，真好，真好医治。就是你对着生死苦海的无量病苦，有哪甲你治到一清二楚？两味哈，第一修改，全部安尼尔。这两味你若袂用吃，我甲你讲，永远六道轮回的苦，甲人间所有的痛苦未结束。这两味药啊，了解吧？看你要吃病，你若要吃，绝对会好去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免靠别人。唔通搁再去迷信，迄款唔对路，要搁行就唔对。所以今仔日即马即个菩萨爱有一方面，上界无你爱怎如来正教来，特别对治一切的道种、病种、甲苦种，绝对离不开忏悔修改。这两条路袂当无行，一定爱安尼开当圆满解脱，好、哦、免受六道生死中的各种病苦、六道轮回苦。爱注意这点哈，所以你唔通乌白带人去讲啊，人遐遐嘛是北关仔，遐嘛北关仔，恁家己唔通遐无智慧。我讲你著听有啊，就是伊今仔日真正会分心啊，迄含解脱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因为解脱是爱净化心地，治咱内界的烦恼病啊，这点仔是重点啊。烦恼病啊，净除业色的境界，一切拢总净化，那么你自然解脱。哦、注意看到卢洞宾吼，学界分身分游四海，去遇到这个弘量真人。弘量真人呢，伊即马甲卢洞宾，就甲弘量真人顶地，讲伊会当分游四海安怎样？但是呢，弘量真人甲骂一句讲你是修士鬼，安尼尔。卢洞宾阵借剑要杀。但是迄个店来到弘扬真人面头前阵落落，伊惊着讲，伊卢洞宾以为世间伊上高诶，但今仔日伫弘扬山遇着弘扬真人呢，卢洞宾伫遐甲阵跪落，跪落伫遐忏悔了后，这个弘扬真人另外搁再甲开始，到尾伊较用迄个剑压上去，哦，安尼也当分身分游四海啊咧，所以这弘扬真人是甲讲安尼讲，你就是你。会当经过八万大劫啊，你嘛是一个修士鬼安尼。卢王宾未看这里面啊，所以做下个阵哈，
就是心痛偌大，你有那和解脱生死无相关，你也知影。好、哦，所以希望咱在地主吼、哦，大家较智慧，靠智慧起来。迄、那个微细错误，你都唔通去讲要去投合伊，哈、哦，要迎合迄个微细错误都未使一，何况迄个大错误，哈、哦，来哈，这个是极针对一方面。那么第五叫做钢卡，这个钢卡第三呢，显卡的工作本事安尼。因为咱人类内底人呢，每一个为着生活，拢爱有工课。当个工课有的是较粗，有的较幼，有的个做是较精，有的个做是较圆满。但是即马佮讲个即个，就讲菩萨有种种无同，诸生事业。诸生就讲啥呢？即句话是，若是以咱凡夫来个讲，为着生活，你必定爱有工作收入安尼，即个叫做诸生。哦，但是菩萨这个，因为伊是刚卡的，所以菩萨的诸生不是为着伊家己哦，是为着众生。那么菩萨的为着众生的这事业，菩萨必定爱多才多艺安尼。咱那个讲起来呢，咱这世间是360行，但是咱即马讲到几个重点，菩萨的本事哈，菩萨的本事。甚至呢，伊不但爱多才多艺，甚至爱搁在善巧精明哦。安尼菩萨靠伟大的成就安尼，听吼？譬如讲菩萨，第一，咱来甲讲菩萨，那就医生安尼，地通的袂恁想，真通。好、哦，安怎讲呢？因为伊会当治众生三毒的病，啊个身心两种病，菩萨会发多咧。恁想会当个袂？我卖讲我是菩萨，我自从如来经教，而且对治烦恼一切迷障，甲诸位讲，咱今日安怎样忏悔？贪嗔痴的这个病是会乎你造成未来安怎样？那么那安尼甲诸位讲开呢？这个三毒贪嗔痴特别搁在你那是气毒了，未毒害家己啊！好，我讲应该大家听有较着。那是无毒害家己呢，将来你就无新的病甲新的病，身心疾病就会当解毒。所以菩萨亲像医生安尼，哦，所以我阁特地甲谁讲出来？你今仔烦恼若无毒吼，你绝对无可能解脱，唔免想。因为烦恼，你若是充满着烦恼哦，注意，你就充满一切业吧。那么你这个充满一切业呢，你会重色犯昏湿。你就不断的轮回生死，不断的受一切苦报。你家己想看嘛，看你有影无？所以这个三毒就是三昧的造业的主体。所以呢，今仔日修行学佛的人，一定爱先净除三毒，就是净除贪嗔痴。这是主体的修行哈，主修，主修是修三嗔痴三毒，去除安尼。那么第二就是佮讲菩萨亲像农夫安尼，先那个菩萨变农夫，好、哦，咱来注意哈，因为菩萨伊时时伫个经众生的心田，即句话有适当无？恁家己想，菩萨不时伫个经做众生心安尼，伊嘛经做家己的心哦，嘛去经做众生的心。去散布着这个快乐的精气，有那教众生安怎会精进，伊的福田安尼，普通有无？恁家己想，好无？真通，我跟你讲真通，记好哈。搁再来第三，菩萨是旁海家，这个旁海家多像啥呢？迄个尊师的对。尊师哈，尊师咧，因为伊会当引导众生远离汹涌的苦海激流，哦，经常解脱彼岸，有通有无？因为迄个旁海家吼，本来爱涉毒，爱涉迄个旁流激流，拢都爱知，对自己有招招，准通去弄着。
有时阵较早无指南针的中间吼，拢看北斗星安尼，吼、哦。比如今仔日伫这个所在要出发，北斗星伫第几只？伊即马行去到底，北斗星行什么方向？吼、哦，安尼多偌久的时阵到底安尼？较早的这个个行船的人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拢有去注意北斗星，但是即马。爱注意迄个地的逆海水的逆流，啊，甲迄个礁石，唔当去弄掉。那么这个问题就讲，今仔日菩萨要引带众生，何以离开了这个苦海，登上彼岸的话呢？在这个个苦海中，所有不正常的这个问题呢，伊会家己直接加在这个修行的众生说明。啊，这个安尼去，拄啊下底拄啊有甚物暗流？你若对对行多少招就讲你安怎行，实在唔是佛道的如来正教。你行呢也唔是如来正教，你得安怎行才是如来正教。吼、哦，即句话是叫说明安，因为苦海中的这个逆流较招招真济，所以今仔日下书说法如弥顶说，佛弟子呢，你若是无彻底去研究如来正教话呢，难免被下书。游行五道将来都有那落死害死在苦海中永远沉沦，所以这个菩萨伊一定爱知影，敢若像讲逆流中的问题，吼、哦。注意我甲注意讲一下，今仔日咱入佛法，要下当直接伫今生今世，卖讲已经成就佛道还是解脱，但是你今生今世。未搁再退转去，你若无相当的注意，得到正知见的师父，甲你说明你安怎行较健康。你免想讲你要解脱，上解无你一定爱落实。什么叫做四性第十二缘起法？什么叫做八正道？你若离开这问题，你家己和妄思恶别别，甲你闭出头吼，你若要甲相信，我甲你讲，你一定永远伫这苦海中沉沦生死，这必然的代志。因为你这八条正道你袂向行，因为邪师无注重哦，邪师无注重八正道，邪师是用着伊家己的捌一点点啊，乌白变乌白母哦。好、哦、啊，你今仔日若去妄信邪师呢？当然你伫逆流中，苦海逆流中，咱有着焦灼，讲意思，安尼算免沉沦，爱注意啊，哈、哦。那么来哦。第四，菩萨是工程师哦，吼、哦，因为伊会当建造清净土，佮再来会当摄众生共住安尼。对我这么讲啦，这个所在是人间，无唔对，是人间的建筑物。你要甲看这个。外上起来是无啥，含咱的平，譬如讲礼堂、教堂拢相一模一样。但是这个所在呢，可以甲讲是一个净土，含所有的无啥像。我阁讲一句较歹势吼，偏偏一间礼堂，咱来甲租，别人去甲租，你甲想有像无？想看卖有像无？偏偏迄间礼堂。无像，我拢真正无像。一间礼堂是足济人去做，即佛的，而且即老师傅啊，老师傅在做，即个做，迄个做，迄个做，应该创啥？敏感的人看会出，不敏感的人看袂出。所以即类一天也好，两天也好，有时伊忽然间变化做净土，有时阵变化做苦海，我无骗你，你敢要相信？有时变作光明，有时变作黑暗，你来了解哦。所以恁今仔日若是无家己本身无智慧的话哦，恁入迷流，恁嘛唔知影哦。入迷血的这个逆流，恁也唔知影。所以进来这甲咱讲，有时阵这个世、这个环境是一个清净国土哦，有时阵迄个环境是一个造业的这个业种的世界哦。吼、哦，你也知影哈。所以这个今仔日甲咱讲就讲，伊会当建造清净土。爱当立众生共住，无唔得你甲看看，迄个庙寺拢总烧香，迄个外观内底嘛是有三圣，嘛是有这个佛菩萨啊。但是你唔知因内底是净土还是地狱，
你咧想讲啊，唐朝法师，你会讲来过分咧呗？有佛尊那是地界，我跟你讲，迄、那个所在地界。你感觉主持那是不正当吼，何法拢总离归心内底拢总阴灵，恁可能唔知，干那独独干那一个形象底下尔，恁爱注意啊！迄真正拢阴灵控制底下。来，搁再一点，佛寺内底是主持，那是为着某一个问题，为着私心的这个问题，来去掌握到这间佛寺。我跟你讲，迄、那个佛寺内底连护法都无入去啊！安尼你家想，别项物件占去未？绝对占去。之前伫咱台北关道听一个女将甲我讲，一个主持的中间的伊一生做代志拢无好，到尾要往生进前咧，目睭若开，就看迄间佛寺的中牛，拢总吊死人伫遐。因护持的佛寺哦，迄、那个比丘尼要往生的进前拢安尼，但是已经病六七年啊。你甲看，是安怎靠安尼代志？所以你干那看迄个外表袂准，因为重要佛法中一个注重精神，把这个菩萨道的一种问题，所以唔通讲佛寺就是针对啊。有时阵入去内底人，是不是感觉真清凉？有哪有？你来注意这点哈，入去感觉非常清凉哦。安尼，所以迄个所在就唔是净土啊哈。有生之病呢，咱看到迄个佛尊心内真欢喜，欢喜到足无愿意离开。会安尼袂恁家己想，有真正有安尼。这个法师今日含要建议，我足无爱离开这个法师嘛有啊。好、哦，有生之病看到这个法师在惊吓，看这个法师感觉安尼无共无共，迄已经有的是恶缘甲投身啊。恁唔知影，恶缘已经投身，伊唔知影。想到恶缘的投身，伊内心充满着名利。吼、哦，祖师说恶灵道心，恁看无？但是即马即个是计讲安尼哈，菩萨是工程师，会当建造清净国土，立众生共住。哦，安怎样吼？那么第二个菩萨是教育家，安那教育家呢？因伊会当教育众生，明白出世真理，安尼是不是教育家？吼、哦，啊，解脱的道理哦。所以已经不是跟咱讲过，原始佛法甲根本佛法，你一定爱认清楚。你若是原始佛法甲根本佛法认无清楚吼，什么人去讲的法对唔对？恁家己内心袂当浮现迄、那个正知正见来解判断，这个法术唔对，还是这个法术非常健康？吼、哦！但是今仔日呢，因为菩萨伊本身知影佛道的原始佛教是甚物，根本佛法是甚物，安怎样才当得到解脱？好、哦，所以也当甲众生教出出世的真理，搁再来咯，甲解脱的道理哦。恁家己去看就知影哈。那么来第六，菩萨是数学家，安怎讲菩萨变成数学家呢？因为菩萨会算出几亿年进前的代志，搁再也当算出几亿年后这个代志。因为佛陀，譬如讲佛陀，摩诃萨拢知影，无量无边劫的进前。你去创啥？伊甲你清楚，啊！你一清二楚，甲你讲出来。无量无边劫的以后，什么人会当成佛？什么人袂当成佛？什么众生会对着无量的苦报的这个地狱恶鬼？佛陀甲摩诃萨完全一清二楚。所以咱来甲讲，文殊菩萨知影，大雄普贤菩萨知影，众生的这内容先是安怎样？吼、哦，观世音菩萨知影，地藏菩萨知影，弥勒菩萨知影，吼、哦。你的过去是安怎，未来是安怎，伊拢一清二楚，甲你说明。你若无改变，伊就在地角几千年、几亿劫，吼、哦，伊就甲你教育，甲你安怎教，吼、哦。即、这个就讲菩萨像数学家、哦，但是第七就讲菩萨像占相师，安怎占相师？伊就看到众生这个面相，啊，甲形态、动作就未当知影伊的善恶行为啊。有时伊甲你看，哎，你就是过去安怎样？你今生搁做了，你第二世会对了对呀？伊随甲你讲出来，或者伊会当随甲你讲，你几年、一年，你会做有甚么款的苦报？你爱较紧忏悔。这个在经典的记载内，特别讲佛陀伊的本性谈内底讲到真清楚，伊过去做甚么？伊的弟子过去创甚么？吼、哦！啊，你今日若无修，甲你必定对了啥？所以伊有哪会当甲你讲，某某弟子往生是对对一道类？伊拢会当甲你一清二楚，比如讲这个
楞严经就讲这女尼，迄女尼内底，因为一生中，因为伊无坚守佛道的这个杀道因，女尼偷人，偷人了后呢，人家讲你较紧你忏悔哦，无忏悔袂使。伊讲迄暗时计用偷窃，迄有啥货？即时涂骹一空军堆落，堆落落到，即个个地球的中心，即个火焰内底呢？安尼，这个涂骹忽然间一空就堆落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情形，佛就甲咱讲：众生你来讲无修改，你来做甚物计会变甚物？吼、哦，伊拢会甲你讲个一清二楚。吼、哦，所以每一个人诶，这种作为呢，该爱注意。所以伊知影了众生的这个面相、形态、动作，就明白会当讲出伊的善恶行为啊。爱注意啊！咱今日是无注意，真啊袂使，因为一点一滴，注意你必定受报，也是你善报，也是你恶报，也是你。你爱做注意，所以唔通讲迄无啥物货，无啥物你爱家己去受苦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哈。安怎吼？那么这个菩萨亲像巧妇啦，安怎叫做巧妇？人家讲迄个有一句话讲名门巧妇哈，咁就一句话哈，名门的巧妇。哈、哦，那么这个巧妇是甚物？就讲伊，因为伊伫家庭内底活甲真好势，哈、哦。阿姨应该看的家庭内，你拢整理甲真水，啊，佮再来呢，伊内底会当煮饭煮菜，迄、那个气味会当按调味甲好，大家拢会当食呢，迄、那个叫做巧妇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问题是福建人爱做注意啦，哈、哦。厝内吼，会带会这个个饮食方面吼，卫生以外，这个色香香吼，这个迄、那个颜色。你用出这个盘，这盘菜吼颜色，会引起恁厝的人的食量，吼、哦、色香，迄、那个香味安尼，安怎样吼？这是巧妇做会出来。但是即马要甲咱讲哦，菩萨真的巧妇一善调发味，发味就讲，互众生食了后，心会欢喜安尼。咱会当做一遍，因为菩萨会当做。法理上就讲，佛法上安怎样调整，安怎样讲，吼、哦，不离的这个如来见讲安怎讲，但是讲到众生欢喜食，食了后佫会当产生到这个应用，应用就讲，可以会当将来改变这个内底这种误会，吼、哦，清净起来，安尼怎样吼，较会当用心嘛。那么这个用心不是说这个身躯应用，就是说这个智慧诸牛，就是用这个慧命，菩萨会当调发味，把众生用慧命、哦、那么来地到菩萨亲像尼摩，如表就说尼摩依法入诸轮一切地主中用法性，众生今天若是无因法入、哦，注意未成长，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吼，因为今仔日咱今仔日众生的牛痴未卖端啊像烟啊，可以讲像动物，动物就讲有种地气啊，对啊，唔知唔对啊，唔知，安尼应该听有。但是今仔日囡仔会中间要会当成长，一定爱老母该培养嘛。好、哦，这尼摩就讲。一定爱家培养，除了用你好食以外，爱搁得安怎用阴性来好食，安怎来个调配着这个阴性，好食食直直生长起来。但今仔日呢，这个意思是给讲安尼，众生的幼稚，那无经过菩萨的法乳来家培养的话啊，这囡仔未用生长。是安怎讲囡仔未生长？众生今仔日那无经过佛的教育，我跟你讲，食老都亲像囡仔。你敢要相信？他老到幼稚，人讲下老未大，你们相信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足相信的。你甲看即马的人，伊安怎样作业，伊都唔知呀。就是讲安怎死嘛唔知呀。迄是咪幼稚？今日有诶食到七十岁、八十岁，还搁去侮辱迄个小、迄幼稚的囡仔、迄查囡仔。
十外岁啊，七八岁啊，佮无着。你甲看这有这款的老人是有正经有无？注意想看卖啊！今日这有诶，食啊，真侪三十岁、四十岁呢，伊这脑筋啊，佮得闭塞，唔知影讲伊做人安怎做，较袂来害家己，佮害别人。安尼是毋是有的？注意想看卖。但今日这社会人数呢，大概是安尼啦，大概哦，多数是安尼。你甲想讲，为着得到一个市长也好啦，得到一个地方的首长，得到一个委员、立法委员、市议员，你甲看有优点无？不断的做考验，不断的欺骗，敢未感觉讲因家己感觉未感觉歹势？为安尼就是骗骗到一大堆，要跟你用什么福利？要跟你讲啥话安尼？诸位，你想看有优点无？你家己想了，我唔知啊。我的想是优点啦，哈，做优点优点。但是因为伊为着要得手咧，所以伊难免即个口舌吼，直直讲，直直讲，讲到迄个真无正常话，直直讲嘛。有钱侮辱对方，吼、哦，安怎来侮辱？安怎来讲东讲西？所以这种的情形，就敢若像囡仔饲无大，下老未大，迄种的情形。注意，你想，今仔日佛弟子。有的人虽然伊是几十年的法师，安尼来甲讲哦，伊有那亲像在初出家讲意思，并无什么两样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唔捌佛法，所以一生的修持并无进步起来。安尼嘛是有的。我跟你讲，若唔相信，你看一个法师给讲的，我真无正经，有够无正经的无正经。哈、哦，我搁甲问注意，你今仔日伫你的囝面头前，你安怎变现？变现？你是一个大人的气概，我问你，什么叫做大人气概？你那知影是一个成熟的人类呢？真成熟，对世间的道德、甲你的本分，你完全一清二楚。你安怎样做，你绝对袂违规，绝对袂去唔对去，讲话袂去唔对，做嘅代志袂去唔对。安尼，你伫你的囝面头前，较抬得起头呢？那无你今仔日吼？你真真正正，我跟你讲，你会晓共生，你袂晓共教呢？袂晓共教，你将来必定非常痛苦的痛苦啊！因为囡仔若是唔对，那发生代志，你爱哭啊！今仔日你爱了解家庭的不幸，有时一个点就引起啊。虽然有时出自别人甲你引起的，但是你爱注意，你今仔日你家己的囡仔，即卖的社会，你家己的囡仔。拢讲是爸母袂晓教引起的嘛，作作是安尼嘛。所以我即摆要甲注意讲咧，你会晓滋养你的子弟袂？互伊真真正正将来成人。但是今仔日一个菩萨行，以法入来滋养一切众生，众生开成正，亲像一个佛弟子啊，那无袂啊。所以即个就讲一味甲教育，互伊将来安怎生气？吼、哦，即点要注意哈。注意，今仔日以大乘菩萨都含咱做共同研究，莫甲讲甲恁教育，因为即个多含咱做研究，才真有法子滋养一切弟子。恁将来要安怎样中央发展？即个恁爱家己就爱落实，因为我今仔日含只含恁谈，吼、哦，第二谈谈到这大乘，我第二谈呢，就是问题伫即个发生，要安怎样救助在你的心内？所以下面要讲的即个问题，就是接受正法，这个较重要。你比正法接受。啊！你要安怎样来接受正法？所以今仔日以法入来滋养一切众生呢？吼、哦，安尼地主开当滋养发心咯，那无袂当滋养发心。吼、哦，这里是出家师的一个扫咧，千真万确的责任是一定要有这高调，而这个个技术关卡。吼、哦，安那无一边那有讲现身为如来担家业，啊，现身伫这个世间五浊恶世内，这里去说法度众生。好、哦，所以一定有各种的感慨，面对众生呢，来传授所有的诸生，还是讲救的这个病苦，还是讲带伊引导伊出苦海的流。哦，啊，那无的话呢，迄、那个唔通讲伊是法师，是下凡而已尔。好、哦，所以进来你看讲，菩萨之伟大功行是由内明后，所以因生呢，就内明就是啥，伊觉净诸法本空，才会当因生的各种。譬如讲，这个叫音明啦，吼，意方明啦，感慨啦，声明、声明，那是无内明的话呢，其他的四明无可能完整哦。
哦，所以即马要甲咱搁再甲掀过来食，掀过来咱的本来这个内容的这个圣万经，咱即马甲看这个107页啊，吼、哦，107页，即个头前才如安尼结束，因为尾流则恁家己看就好吼，恁、哦、家己看。以这个所在虽然讲有现在洞主、陈凤贤知识、朱砂成塔的建筑师、航海家、政治家、有法官、有医生。有几件学者，这是对。现在当初的53参内底是有安呢，吼、哦，我都有甲咱介绍做咧看嘛。下面搁再引起，再搁再一参一参搁再讲吼。这一个回头等恁家己去看，遐加上还搁有正十本伫遐，哦，这个柜台遐。但是呢，当然以后讲着建筑师啦，吼、哦，水泥墙的这个智慧，吼、哦，后讲着佛陀这个教人木鼓，吼、哦，讲着十二种，这是出在木鼓经内底的。但是今仔日呢，菩萨摩诃萨是有这个水准，这是对啦吼。但是咱遮的内容，咱就注意讲，你将来变那成就五明安就好啊。遮你家己去看吼，因为为着将来你本身有那爱摄受众生、成摄众生，吼，互众生相助正法安尼，卖去脱节去，这点较重要。吼，如果那是众生有脱节。修修了唔对，就你爱担一切罪过，因为这个地主已经随从你啊，皆对你皆修行合法啦。但是呢，孤等随从你牺牲奉献，也是为着你，为着佛法。今仔日你搁人错唔对个，安尼你一定爱担这个罪业，爱注意这点。所以这个就讲生息众生，可以住在这个正法内底里咯。所以这个叫做婆罗蜜，哈、哦。法界婆罗蜜就讲有解教育甲智慧定向之间的解脱安尼。除非恁今仔日唔肯我教，啊那是今仔日要互我教，吼、哦！你今仔日伫这个所在你无变，我绝对袂讲去辜负诸位，去耽误诸位，去辜负佛尊，我唔敢安尼做。安尼累到着我将来万劫难生，吼、哦！万劫难解脱。所以这个就是讲，今仔日菩萨一定爱有智慧，本身有智慧婆罗蜜，但是受教的众生有哪原则达到智慧婆罗蜜？吼、哦，这段是讲，那么下面这段是故世尊无异婆罗蜜，无异摄受正法，吼、哦，摄受正法就是即是婆罗蜜咯。那么这个讲，知影菩萨摄受正法的这讲大义，这个菩萨摄受正法的这讲大义，就讲不异。无依就本依，就讲无离开婆罗蜜。伊本身无离开婆罗蜜咯，但是菩萨面对一切众生有五明的责任，所以呢，众生嘛未使离开婆罗蜜者。哦，所以即来讲婆罗蜜嘛无依摄受正法，伊本身受正法摄受，但是呢，伊搁再下当摄受正法，就讲伊开悟正法，所以内心充满着佛力。这个话就是安尼哈，伊内心充满着佛力，无异佛力，无异正，因为这个正法就是佛的如来体现，才叫做正法。但是比较的众生呢，听伊佛陀，伊本身摄受正法，伊所教的地主拢都摄受正法，但是地主菩萨地主搁在教众生也是摄受正法咯，这是重要是安尼。好、哦，安尼就是啥呢？这个佛陀，而这个道统的，而一个真正确的道统。所以真内底讲，摄受正法就是达到婆罗蜜。今日你注意，你若无摄受正法，你有哪袂当达到婆罗蜜？菩萨无摄受正法，菩萨无婆罗蜜，好、哦，安尼伊就无资格教众生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所以这个就是解脱，就是叫做摄受正法，就讲大乘无婆罗蜜，应该是修行不离。所以呢，这个正法就是婆罗蜜。有正法的人就是摄受正法，所以摄受正法就有正法，就有迄个个发心分、发心的代志。所以这个就讲讲大义中，他一定以除了摄受正法以外，还搁在摄受84000法门安尼。因为伊爱面对众生的无量烦恼，所以伊要安怎样把这众生教好些，互伊不离如来正教去修行。好，休息10分钟，好，弥勒尊好哈。